把掌声送给阿迪达斯的品牌代言人邓伦 The Ambassador of Adidas 邓伦。你好邓伦，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啊！我们现场有很多你的粉丝，当然首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元宵佳节，跟我们的阿迪达斯大家庭聚在一起。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然后首先很开心在这个元宵佳节跟阿迪达斯所有的员工还有你们能够来到现场，很荣幸嘛。对，然后也祝你们元宵节快乐。It's been a privilege to be here with the fans and also the Adidas family for this great event on this Lantern Festival, a reunion day, a union day for the family. 那么这次受到我们阿迪达斯的邀请，作为我们全新的品牌代言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分享吗？首先很感谢阿迪达斯嘛，然后能跟阿迪达斯这次能达成这次的合作，首先我觉得很荣幸，对，然后阿迪达斯呢也是我一直以来一直喜欢的运动品牌，因为我一直也很喜欢运动，对，然后不管是阿迪达斯的鞋啊，然后衣服啊，我其实一直都自己在穿，所以很开心，然后能这次跟阿迪达斯达成合作，对。Dylan has always been a fan of Adidas, and he has been purchasing Adidas shoes and Adidas apparel before he became the ambassador of Adidas. So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finally work with the brand he really loves. 那当然，成为了这个阿迪达斯的代言人之后，可能你在这个意识上或者说日常的生活当中会有意识的更多的去运动，会吗？当然。当然，因为其实本身我平常就很爱运动，那几乎每天都会去健身啊什么的。对，那这次作为了这个品牌代言人，那更要把这个运动要更重视它，然后要更把它加入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也更要通过自己，然后把运动和跑步然后传递给社会中更多的人。Dylan has always been a sports lover, and before he joined the Adidas family, he has been working out almost every day. And now since he is the ambassador for Adidas, he will go to the gym more, go to practice, to exercise more, to work out more, and to bring the positive energy to the fans and also to everyone he knows, everyone who loves him. 那当然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一起来见证了我们阿迪达斯全新的 Ultra Boost 19全球的发布会，今天你也是穿上了这一双全新的 Ultra Boost 19，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双鞋真的是史上最舒服的一双鞋。没错，是真的舒服，而且听说已经卖断货了。对，然后首先我刚开始看到这双 Ultra Boost 19的时候呢，会觉得先让我眼前一亮，哎，就觉得其实有点摆脱了我对于跑步鞋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然后就觉得它又有实用性，然后又很时尚的感觉，然后不光是能搭运动服，然后跟很多的造型都可以百搭的感觉。那当我穿上了以后呢，其实首先最第一个感觉呢，就是跟没穿上一样，就很轻，对。然后当我这个跑了两步，然后去感受它的时候，你发现一点其实几乎没有什么重量，然后但是又觉得你的脚面是非常的有弹性，弹力十足，对，所以非常适合跑步的一双鞋。Dylan is a big fan of the Ultra Boost 19. He likes it very much, and he heard that it's already out of stock. It's already sold out, and we need to get more products on the market. And the first glimpse at the product, he believes that wow, it's such a beauty. And when he tried it on, he couldn't really feel that.He's wearing a pair of shoes. He couldn't really feel it, but because it's very light. After he jogged a little bit, he could feel the responsiveness from the boost. And it's very comfortable, very good look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goes not only with the sportswear. You can wear anything with the Ultra Boost 19. It goes with jeans and even some formal wear. So it's, it's a shoe for every occasion.谢谢邓伦给我们的分享，当然等一下呢我们也要期待邓伦来着着这一双 Ultra Boost 19在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面前来小试身手，来看一看真正在我们的跑步机在我们的运动当中 Ultra Boost 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谢谢邓伦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神秘的嘉宾也将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大家应该都已经猜到了，让我们欢迎著名的游泳运动员阿迪达斯的代言人。对，对，因为就是毕竟是专业的运动员嘛，对，那没关系，我会尽我的全力了。对，但是我们这个超能 PK 呢，当然是需要我们有这个运动的能力和运动的天赋，当然更重要的是讲究配合，所以不是说你跑得越快成绩就会越好，所以我相信几双鞋子来给你们两个签名，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签名吧。好，我帮你扶着点。放盒子里就好。那签完鞋子之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小采访。嗯，对，我可以把鞋子接过来。那我们知道一会儿还会有一个环节是 PK 的环节，那双方你们都有两支各有一支队伍，然后你们实力也都很强。那我想问一下，你们采访一下，你们有什么秘密武器吗？邓文先生。秘密武器呵呵没有啦，我觉得其实就是就像刚才应泽道说的，其实。我们都带领我们各自的团队，然后我们两个也一起，然后主要是还是向大家发出一个这个让大家热爱运动，然后热爱跑步的这么一个号召嘛。对，我觉得要起到这个是最重要的意义。嗯，你呢？我觉得有可能会刚开始会也没准会很难嘛，因为很多人会要达到一个配合和同样的一个频率，可能这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会，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也很期待。对，嗯，对，因为啊，我们的两位跑者也请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中间，还是一样的，我们要请我们的两位跑者给他们一个这个我们的跑步者的大福利，你们通过猜拳的方式来选择你们的搭档。不是他们选你们，是你们选他们，牛不牛？好，我们共同倒数三秒，你们要用石头剪刀布。没有，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可以绅士一点，你可以先问一下这位女孩子，你想选谁？我让给你，对不对？你们先沟通好，即便你输了，你也可以选择。毫不犹豫选择伦，是不是？好，让我们共同。三二一，啊，你赢了，你选择哪一位啊？我先说一下，我先生先。我再用一点点时间跟我们的邓伦和泽涛讲一下规则。我们需要在这个跑步机上，在开始之后进行跑步。当然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和我们的搭档最好是同一个频率。如果你们得到相同的频率，我们将会有超能迸发，会大大的增加你们冲线的这个速率，所以要互相关注对方的这个节奏，不仅要有速度，当然太慢肯定不行，一定要有一定的速度，最重要的是搭档的双方要有共同的频率。所以泽涛，这不是一个专业的比谁快，更重要的是比默契。我觉得我太胖了，有点沉。有点沉。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泽涛感觉到了邓伦的压力，他并不像刚才那么自信啊。我们来看一看邓伦能不能在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的助威当中，能够在这个环节上战胜我们的专业运动员。所以大家都做好准备了没有？好了，好，我们那位女跑者，你做好准备了没有？好，泽涛 ，Are you ready？
OK， 邓伦 OK， 好，同样的，让我们倒数五秒，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迸发新纪元超能盛典，超能 PK 大决战。Let's count down from 5 to 1, 5, 4, 3, 2, 1, go。我们看到在比赛一开始，我们的两队其实是不分上下，我们需要有相同的默契。我们的这位男选手在不断的观察邓伦的步伐。哇哦，红队迸发，又有一次迸发，蓝队也有。我们要注意对方的步频，在不丢失自己节奏的情况下，要和自己的队友达成一致的步频。我们看到我们的红队迸发 ，boost for team red， another boost for both team。蓝队、红队各有一次迸发，让我们为自己的偶像加油。我们的蓝队加油，我们的红队稍稍领先，又有一次迸发 ，team red another boost， 加油加油，我们的红队。已经领先蓝队迸发，恭喜我们的宁泽涛又有一次迸发 another boost。 好，红队，红队已经接近了终点线，红队马上就要冲线，蓝队加油，红队，红队，哇，我们恭喜邓伦 ，Well done, well done。Am I wrong to assume if she can't dance, did she can't ooh？ 我们看到了我们优秀的艺人身上的气质，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相当的谦虚。邓伦能够战胜专业运动员，给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嘛，对，没有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棒，然后也希望能把运动、把跑步这个号召给更多的人。对，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邓伦和我们的这位跑者互相之间一直在看对方的频率，所以我们在这个合作的环节，虽然不是一个完全要靠自己的跑步实力，更多的是靠这个合作的这个默契程度才能够获得最终桂冠的这个比赛当中，还是取得了好成绩。你觉得今天获胜的重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在第一轮当中也累积了很多的信心和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呢？对，都有，主要是看这个迸发嘛，就听你的一些指示，然后看着两个人的步频，就这样。我觉得你真的是很聪明，但是今天跟邓伦在一起跑，我相信他们非常羡慕你。把你的切身的感受跟他们分享一下吧。挺开心的，非常荣幸的能和邓伦站在这个舞台上，就非常的确，我知道这个人在紧张的时候就会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我很开心啊。那么我们这位女选手，你可以跟自己先生最喜欢的运动员来完成这么一个默契的这个比赛，当然你有什么话要替你的另一半向他最喜欢的运动员来传达吗？我的先生是一名外科医生，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关注体育赛事，但是只要有你的比赛他都会看，所以From the southeast, yeah, really rains a lot. YG looking for blocks to hot box. Leveled up, I'm with Steve, I'll step out the drop top. Yo, we'll pass the cop, I just hope they don't. Look at my sock and see what I really got. Stick with me and feel the fire. You ain't feeling nothing, you liar. Stick with me and feel the fire.感谢邓伦，感谢宁泽涛，谢谢两位 ，Thank you so much， 也谢谢我们的两位跑者，谢谢。那么非常高兴能够和各位，在我们的阿迪达斯迸发新纪元超能盛典共同见证了。天天刷微博转发分1亿，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天天刷微博转发分1亿，新年锦鲤之王就是你。